今日份的可可爱爱全由朱一龙承包了。在昨天曝光的杂志封面大片视频里，龙龙玩起了斑马手绘，一开始还是正正经经用眼神放电传情的他，一露出手上的斑马手绘秒变小调皮，一边欢脱地晃动着手绘，一边笑着挑眉，这份可爱有没有狙击你的心呢？大片花絮里还曝光了龙龙的最全春日造型，除了是穿着西装玩斑马手绘的可爱绅士，他还能化身成穿工装裤的踏青美少年，或者穿着牛仔外套的休闲男友，真是百变小龙啊。期待龙龙将来解锁更多新 look， 这样大家才能一年四季换不同的帅气壁纸啊。